我认识的蔡桓真，为了报复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例如，既然挑衅了鲨鱼，就要有见血的心理准备，不是吗？身为律师的我，喜欢从好人中发掘真相。那天晚上的事，我好像有一点想起来了。周日晚间10点，皮菜曲飞瀑洗净科技，碧曲女人再重视。